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外乡亲时代，咱今晚倒转来第三段，又按甲咱吴国安老师共同，咱过来探讨哦。咱讲七七块这个金碗，碗若甲伊七七嘞，你毋免屈伫个路边吼。啊，你这块是黄金碗、白金碗嘞，足有价值嘞呢。啊，你干呐吼，无洗碗、平单无洗碗，啊，就拢用迄块垃圾的碗。该当作垃圾的，啊，放伫个路边，好心的头家啊，一角人来想事者，啊，我拢无食饭啊，你来想事者。今仔日台语的这个身份就是安尼，就是敢那迄块碗安尼哦，安尼，唔知伊的价值是价值咧遐尼价值，啊，结果当作乞食碗来对待安尼。啊，即马咱吴老师呢，伊在甲咱讲着讲，即马就你不管你文化也好啦。你不管你各行各业也好啦，拢总信迄落信迄落迄落，啥物讲专业的啦，也是安怎？结果拢讲伊专业的了后呢，看伊的这个背景呢，拢总是来自官方啥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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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自啥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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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正港的人才呢？没有。这问题是歹讲啊。哦，这正常。这问题正歹讲，就是讲吼。一旦无伊未成，按无上才会使啦。哦，这问题啦。基本上咱无反对讲有学者来领导啦。有学者领导，咱无反对这个代志啦。哦，因为我嘛未反对啊，学者较好啊。最少啦吼，最少咱是得，就讲芸芸众生啊，这济天啊，这济人是啥物人才会这个代志无法度决定啊，无法度决定就是讲。啊，伊都学者，伊可能会，啊，为阿去找，哦，当然是安尼嘛。譬如讲，你身躯若无健康的时候，你要去医生看，啊，即个医生啊，问都最较敖啊，啊，就是咱有听到一个，讲即个人人心人术，啊，有听到一个，啊，咱就去信任伊，这是无唔对。即问题唔是啊，问题是迄个人，迄个学者，迄个学者要用啥物态度？来，吼，譬如咱讲较简单的是讲台语的问题，就讲迄学者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你所负担的，就譬如讲要写书店啦，吼，要写书店。我是台语台语店的发觉，讲现在咱的台语咧讲实实在在真正基层话，说白话啊，是台语台语店吼，有差不多最少一半以上无进来底啦。不是来的，啊，恁即摆咧讲，哦，大概咱今仔日会发觉的，发觉来讲，台语要怎写，可能有教育部主导的，因的主张是要用汉字，全部汉字来写，全部汉字来写。咱当发觉来讲，咱先卖讲咱台语家己，咱看别人，看别人。过去别人的语言嘛是有，唔是因出世就，唔是因有因的这族出世就有迄个语言，啊出世的语言就有两下。日本啊，韩国啊，越南啊，对，啊拢是迄啰用这啰迄啰什么四角字嘛，吼。汉字啊。遐汉字啊，啊叫人日本你看，人一个都人用人家己的。你那个文字，啊！你韩国你看人用家己的文字，那就是讲吼，人因为咱中国话以外，四国联动的跩语言，唔是一开始就因为语文通啊写，嘛是无啊，无嘛是去照汉字来写，哦，照汉字来写，啊，照汉字有啊多写无？一开始并唔是照汉字来写，一个台湾的情形更快。一开始韩文啊，日本文拢是照中国文，顺着的中国文，顺着的中国。中国文甲汉文无同吗？汉文就是你用汉字写各国语言，或者汉文啊。啊，中国文就是讲咱即摆咧讲的中国古文，中国古文啦。用中国古文摕来传，咧照因个人国家的语言咧读。内底，譬如讲，做《四书五经》照安尼
摕来爱用伊个发音，安尼来唱。嗯，一开始是安尼。嗯，后来个发觉讲吼，头就，譬如讲在基层内要讲话，无就写对吼，就甲基层的话甲下落去，就变讲因。咱即摆家己个学生咧讲讲，即国语语啦吼，国语语，个国语个，甲迄国语个下落去，国语语下落去，吼，甲迄啊，咱讲较清楚咧，就讲，譬如讲韩国话吼，阿拉斯米达，阿拉斯米达，伊米尼达，还是日本来讲，类似阿里马斯卡，吼，即个话无多表达，无多表达，所以到因都拍成讲。利用汉字来改写在字就对了。嗯，这在韩国，这在韩国啦吼，在朝鲜，这款读法叫做李通，李通，李通是瓜字的字啦吼。嗯，历史的，史这个就是话啦吼。嗯，瓜字的字，李通。嗯，李通。嗯，官吏的吏啦。李通啦。嗯，好，啊，这李通的时阵就是提迄个音。这里汉语，来读这个音，一发声啊，这个音来动作起来，就骗人了。等于讲，你讲话啦，吼，话，啊话，台语的无理咧，都无话，不，啊，你的朋友啊，来发明一个讲一字口字啊，下口一个大字，讲啊象形文字，迄就是叫话。迄个话吼。嗯。这个无理是爱去照汉语的一个发音，嗯、但伊必须有这里汉语有迄个音，有迄个音哦。譬如咱过去歌戏啦吼，歌，迄个歌戏啊，歌迄个剧本咯，还是迄个咧唱的迄个歌吼，七里啊，咧用的字就对啦，好歌啦吼，好歌啦吼，迄个好字啊。好哩，写到是写互相的互啦吼，互相互当然，迄无迄意义啊，无假的意义啊，吼、但是伊有迄个互的发音嘛，就这字通就对啦。过去用这字通来解决，过去是用这字通来解决。啊，这日本吼、日本伊用字通，伊用这种字通之路，吼、以后就看啦，看啦，看啦，伊个字通之字啊改变形。改变成改了汉字的迄落行书啦吼，草书啦，改草书的变形，哦，改变去，比如讲日本的卡其龟吼，吼卡，一个卡，啊是迄个啊，但是讲阿米迄个啊嘞对啦，阿米阿边啊这个壳里个摕个，边啊这个高声啊，伊个变成啊，吼、变成啊，改型的，这也是在做。朝鲜迄个字托，要共款，要共款方法了，对啦，就安尼去解决，安尼解决。啊，台语若要讲吼，应该嘛会使用安尼来解决的，对啦。嗯。用安尼解决，但是要用安尼解决，有一个极限呐，有一个极限。譬如咱拄则讲啊，问题就是讲这个话，你绝对无法度去找到一。汉字我都在画，我拄则讲的迄字未使用呢。对啊，你迄字都无得输出，我唔知。迄个电脑都拍未出来啊。哎，无得输出。一个口字伫顶悬，啊一个大字伫下骹。你若要吼，要有法度输出，啊要找适当啊，这个照字就要照，你只不过是照音啦吼。嗯。照音的字吼，是真正困难。啊，你就写罗马字。对啦。阿罗马尼亚那些，一定会注意吼，一定会注意的是讲吼，你搁较高不自重，搁较高不自重，你若要个台语表达得好些，嘛是迄个所在家的主张讲，用罗马尼亚，用罗马尼亚，哦，采用罗马尼亚来写就好，哦，迄条较活泼、较无问题就对啦，哦，啊那硬的吼，硬的特别个，譬如讲。我咧食饭嘞，吼，啊咧，我咧食饭嘞。稍等咧，我咧食。我咧食饭嘞，我咧食饭嘞，咱即摆通常咧写台语不得人哦。头前这个我咧食饭嘞，这里嘞甲嘞，写共迄字啦，写共迄字，写一个口字旁，一个行嘞嘞嘞啦，吼，行嘞嘞，写共迄字。啊，你讲，哎，就小心。唔过，问题我来啊哩。
你写共个字，人要哪知道？我咧食饭咧咧咧，要不要安怎分迄落音？啊，这个一般人主要讲迄个叫俗成啦。哦，俗成啊，啊，俗成是安尼啦，俗成咱无反对吼、但是问题是讲吼，这唔是俗成个问题，嘿，这是两句话哦。譬如讲一阵甲一阵，在北港伊是一样啊，伊是同款啊，一阵，一阵风，一阵风，一阵人，伊是同款啊，一阵子时间，因为伊发音同款、所以写个字可以啊。两个其实两字意思是无同啊，两字意思无同，但是同字两句的意思无同，同字是可以。但咱台语内底。不是同一音嘛？咱大家就一阵甲一阵是无同啊。一阵人，歌要去对，一阵风飞来。啊，阵吼，阵是表示时间的长短。啊，对是表示迄个物件组成的，一个团队，迄个意义两个完全无同。啊，完全无同，你的发音也同款。吼、你要甲写同一字，啊，甲解释出来，就会无同个造出来，无发生问题。但咱台语就是因为发音无同，所以你一丁啊写作一丁，一尊啊写作一丁，后摆会变讲尊丁不分。后摆会变讲一丁风呢，会就变一丁风了，袂变一尊风啊。这是对台语一种失落了，对啦。会变成一种失落。直接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讲你有充分的这个讲台语的能力。讲台语的能力。咱安尼讲吼，什么才是上好的台语？不是高尚的台语，就是可是台，或者好的台语啦。我有一摆吼，去找一个医生因家，回车做客啊，回车。啊！结果医生个仔仔拄倒啊！医生个仔仔是英国咧留学，是英国咧留学，是英国咧读啥物？读个啥？英国比较文学，比较文学，学生就对啦。哦，是英国咧研究者，哎，拄倒啊！啊，啥物事啊？食饭，伊家讲安怎咧？伊讲伊去英国了后啦吼，才知影讲原来好个文章啊。好的文章不是遐用词足高级，吼！伫咱台湾就是讲，你用词爱用足高级，不介意啊。用词足高级，你能够引经据典，吼，表示你足博学的，吼，你有足历史观的，读足多册，古今中外的册你拢读过啊。而且写出来这文章吼，才是好的，才是好的。啊，讲伊去英国了后，才发觉讲，原来不是。迄是即个国际上会当闹咧，互人大家欣赏，安尼变讲真好的文学。迄物件吼，是真俗的，真俗文学。北京语叫雅俗共赏，没有雅，只有俗。哦，只有俗。就是一直卖过雅俗的对啦，雅俗是中国人的评价啦。人伊讲安怎啦？伊讲就是一个文章写出来吼，迄个。罗密欧将的朴素看到，啊，感觉讲，哎，未歹哦。啊，看有，佫会感动。吼，佫会感动到。啊，迄个伫涂骹咧扫涂骹，甚至吼，你涂骹咧爬，还是咧做乞食的，卖讲啊遐艰苦咧，就讲做工的咧创遐的人吼，甲你读到，都管啦，读有，啊，佫会感动。这个文章就是好文章啊！应该我那本册是好册啊，足侪人感动的。伊讲，这个文章就是好文章啦。哦，并不是讲哦，你用足够上去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来讲就讲，咱最近的这老人家啥物东西有块来额头有脸的嘛？但是你敢知今年的老人家啊？伊是过生吼。嘿，日本人、英国人，对吧？你是英国人，伊是去咯，唔捌人听咯，系啊，无人捌听伊个名。哎，啊，应该唔是迄啰，因迄个什么川什么，迄个得奖，唔是啊，唔是哦，伊是过来英国人，
日本人的英国人啊。哦哦，嗯，就是讲，哦，不是遐遐有头有脸的，就讲有头有脸会故乡的人物的讲。嗯，你那个中国迄落做莫言，哎，莫言阿扁哥退了啊。对啊。哦，不，阿扁哥退了，所以就是你个回头看讲古早，嗯，古早迄譬如讲安德森啦，吼，安徒生啦。还是遐其他有诶无遐国际哈，还不能加，还不能加，遐拢是吼，拢是有一个联系，就是讲，伊本身是较小流小诶，但是伊生活形态是一平民诶，是一下层平民诶，就是讲伊生活是吼，一高层、汤甲低层诶生活内底。伊只有法度建立迄个，叫做文人出来对啦，叫法度建立迄个好文人出来，吼、嗯。所以咱无误会，写论文毋是文学，嗯，写论文毋是文学。那要写论文吼、嗯，用中国汉字四千字，叫做四千字都写个叻叻，吼、嗯。大语文那要写论文，嘛、嗯、四千字汉字就写个叻叻去。什么叫叻叻？叻叻个。我处处有余啦，好，都处处有余，吼、哦，安、尼，我写个了啥个，免烦恼遐济。问题是讲、你是文化嘞，对，你的语言要表达文化，表达深刻的文化吼，遐、文化语言咯，袂容易无去，袂容易无去。今日咱来照现在咧建设咧，这本教典，这本教典吼，咱无反对讲固定写一本字典。你大家来比较啊，对。但是唔是讲这本字典甲其他，吼、二三十年来大家努力一个否定掉，该、打掉，该否定掉，可能我这个为我独尊，这个背后你是非常独裁。你就是第一把交椅啦、哦。啊，但是无法度啊。嗯。连一个国家体制，哦，就是教育部。有教育官啦，教育部咧，甲你教育，透过这个教育部教育官，哦，啊，将这个推出去，啊，即摆就是讲，所以我是网络顶关有看到有少年人，原来有发觉到安尼哦，有发觉到安尼哦，唔是干人我咧讲咧，伊发觉讲咧，因主张讲，吼，写作的自由化，写作的自由化，我不用写你是我自由，你一定听你，对啦，啊，你也干咧对，我干咧唔对啦，嗯。对，是讲做了小作自由啊。唔对，是讲啊，那一人写一字，啊，一人写一字嘛是害啊。嗯。哦，所以咧是尊重教育部，但是希望教育部，搁再用较快，较开快的，较迄落眼光较快，眼光系放较开快咧。啊，用力较济，用力较济，用力较济。哎，来建设台语就对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吸收较侪迄落非专家、非教授、非博士、非什么的之外的人吼，因所讲的迄个表达的迄个语言啦，迄倒是有生命力啦。啊，咱基层的这唔倒有生命力，啊，无坐伫迄落殿堂之上，啊，伫遐咧食冷猪肉遐的人，啊，迄边哪有生命力嘞？啊，都食冷猪肉差不多。好啦，啊，咱今日是到这就好嘛，吼，好安尼吼，啊，来，咱后礼拜啊，再个见面啊，呢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